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一起打开看看。哇哦，打开呀，全部是苹果，看四个大苹果耶。你看这个苹果还闪着光呢，嘿，七彩的，一层一层的，颜色都不一样，远看好像一条彩虹啊，哈。那我来打开这个闪光的，咦，怎么开呢？哎，我发现了这儿可以开，开了，哈，我看到了里面有东西，咦，一个小车子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巧克力。哦，原来发光的是发光球。叮咚，亮了吧？放回去。咦？嘿，这是个什么小车子呀？哇，这看着是一条龙呢。嗯，好威武啊！它可以跑起来呢。嘟！哇！居然速度可以这么快，这小小的东西，再来一次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先助跑，呜，你看厉害吧？嗯，好玩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小黄人巧克力。哇塞，巧克力好香啊，还带着一丝奶味呢。哎呦，我缺个东西，缺个勺子。这瞧我这吃货，直接开吃吧，还能难到我吗？嗯。哇，这巧克力真香，下面一层啊是白巧克力，牛奶味特别浓。嗯，感觉啊可可味和牛奶味混合在一起啊，这感觉吃在嘴里真棒。嗯，特别丝滑，入口即化。哎，我那车子呢？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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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接着来跑一圈。哦，别看它小，实际上它跑起来这劲儿啊可足了。再看看其他的苹果里面有什么，看看这个，嘿，我怎么把这一层给掰开了？哇，原来这个苹果每一层都可以开呢，看，嘿，它这个好像是积木的感觉，一层一层的叠起来。哇，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炫酷的小小摩托车。嗯哼，跑一下。呜呜，哎呜，哎呜，哇，看它的轮子还在动，嘿嘿，哎，挺厉害的。哎，咋不动了？没有刚才那个小车啊跑得快。嗯，还是先吃一点巧克力，边吃边玩。嗯，香。哎，那我怎么把它拼回去呢？这个还挺锻炼人的动手能力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会玩吗？咦，拼好了，接着来。又好了，哎，最后把底座给拼上去。嘿。苹果拼好啦，哈哈哈，还闪着光，看看这里有一个小口呢，看来啊它可以存钱，哈，那照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七彩的苹果啊里面装着好吃的好玩的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存钱罐，它不仅益智，还可以帮助我们从小养成储蓄的好习惯，这苹果也太棒了吧，哼哼，嗯。我非常的喜欢呢，哈，外观啊特别的好看，这巧克力啊又非常好吃，嗯，嗯，香甜美味，益智有趣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七彩苹果趣味巧克力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